今天的介绍这个盒子呢，首先呢，它就是有这个双 U 型的拉链设计，非常的方便。因为我知道 Buggy 呢，你常常呢就是为了要拿东西很麻烦。对。那如果说你在车上的话，你放这个，你不会再折叠了，所以你就很容易拿喽。对呀。这样如果说你上面拿不到的话呢，你在前面呢，你可以看到清清楚楚的看到它里面是放什么东西。所以然后你从拿不到，你就从前面拿喽。所以你看。是不是很方便？上面前面都可以一起拿，真的。啊、而且呢，我跟你说，来，我们来看一下旁边，为什么？有时候啊，你知道吗？你不是在前面看嘛？是。你在旁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里面的情况哦。对呀、啊。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窗口，就是它总共有两个窗口，这个米色的设计、嗯。然后呢，再加上呢 ，OK， 如果说你要想知道说你这个产品是放什么的，对不对 ？OK， 这边呢有一个袋子。所以这个袋子你可以拿出来写你的名字、哦、还是写你的物品 OK 对呀、啊、所以你就放回去这样子的话你就一清二楚、啊、你就知道到底呢这个盒子是放什么没错你不用搬来搬去或者开来开去是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对人家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你的产品可以这么坚固呢、嗯、因为呢它是用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支架是然后这个支架呢它可以承受呢就是60公斤重的这个重量60公斤所以呢你就可以放心尽量的就把它叠上对，虽然不要小看它，是用布、啊，但是呢，我跟你讲，啊、那个六十公斤的那个支架是吗？是非常的坚固的，真的。而且最重要，我还有喜欢它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很重要，就是防潮的设计。防潮，真的，开玩笑因为你放的东西进去里面发霉了，你怎么办？好，所以这个防潮设计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嗯、它是如何的进行这个防潮的。你真的吗？你倒水了？我倒水。对，你倒下去，倒下去。你开玩笑吧？它是不是开玩笑？过来的，你倒水，倒在外面啊！这个是外层的部分啊！你倒。OK， 好。OK， 好。你现在看哦，我擦给你看啊。OK， 所以这个是湿的嘛，对不对？你看我的布啊，我的布，你放太多水了。可是不用担心 ，Buggy。OK。但是我跟你讲哈，你这个布有可能是那种纤维什么什么什么。没有，所以很快湿完嘞。你看，我们拿这个 T 恤来。没有 T 恤哦。你看，哎呦，你放 T 恤，你放 T 恤啊。你看啊，还是湿的。你就是我刚才讲，你倒了太多水，怎么办？怎么办、啊、？OK， 姐姐在这边，不用担心。好、哦、来，打开里面哈、哦嗯。OK， 你拿着哈。我拿着。OK， 你看到、哦、这边好像也是有点湿湿的，对不对？是。OK， 我们一样拿 T 恤啊。嗯。OK， 你看清楚啊，这个 T 恤是干的，对不对？对。OK， 现在我印上去哈、啊，看一下它有没有湿哈、啊啊。OK， 拿起来，看到吗？这个提示是干的哦，干的哎，真的，那个水没有透到里面去，没有。这样子的话，如果你的那个厕所啊，家里的厕所是吗？啊、是干的话，是不是你就可以很放心的把它放在厕所里头？对，就收一些 toiletries 啊，或者 toilet paper 啊，是的，非常的简单方便，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不用担心。像如果比如说你有一些像这个包包啦、嗯，因为有些包包是那种是皮革的，对，所以皮革的话呢，像马来西亚它是比较潮湿的，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么你久了，你的衣服啊上面啊，比如说白衣服，你有没有试过？就是有一点点黄黄点的。哦、是。然后还有呢，有些就是哎、那个啊，你看就知道你完全没有注意到你的这个衣橱。没有，因为我是那一种，同样有、啊、如果看到衣服这样子的话，我就直接拿去丢掉了。所以我觉得一年里头是吗？啊、我已经浪费很多钱了。对，现在不用怕，有姐不是有我在，是有我们的 Home Care Living Box 在这边，不用担心。来，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做了那个防潮的设计、嗯、给大家看到，就是、嗯、比如说你。有一些包包是最容易受潮的，是，所以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 living box 里面去，嗯、就是我们的折叠式的收纳盒里面去了，这个收纳箱。然后呢，还有呢，比如说你在一些，比如说像厕所或厨房啦，嗯，人家我们也最怕就是一些食物呢，就是被太阳暴晒，对啊，或者是呢，就是有潮湿，它就完蛋了。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一些零食啊，或者是比较容易受潮的物品呢，就把它放进这个收纳箱，然后你就不用担心了，嗯、就是对，可以把它收在里头，收了比较蛮久的东西。是，然后呢，我是喜欢另一件事情哈，因为呢，你看刚才我是说我喜欢书嘛，嗯、对不对？这里好多好多本书，对，这些书全部是，我就不用担心我的书会弄坏。真的，而且呢，你知道还有啊，像小朋友的尿布啊，嗯、你看对这个尿布呢，就可以这样子整齐的排列，是不是很方便呢？对，你刚才不是讲有那个 toilet roll 就是厕纸是厕纸哦，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以前哦是放在那个哪里，你知道吗？哪里？那个 plastic 打开之后，我就这样子丢。哎呦，好丑哎、欸！其实不是丑还没有关系，但是它会有灰尘。
尘吗？对啊，很不卫生，对不对？现在呢，你的这个厕纸是吗？弄到水啊，对，弄到水它就粘掉了。所以你现在好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收纳箱，然后放到你的干的厕所那边去。然后你知道这个 OK， 我问你啦，厕纸啦，你通常是？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收纳箱里面可以放多少？厕纸比较大嘛，对不对？我猜一个十五个，十五个，来，哎呀，我跟你说，来挑战，来挑战，看一下是多少个啦。OK， 啊，你叠起来，你叠好像那个叫什么？四四，喂，来这么多，很多，像 KLCC 这样子啊。对，你叠两个，你叠多多一点，你叠好一点，可以吗？你没有玩过积木的你？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很稀奇啊，这么多厕纸哦，可以放进一个小箱子里头啊。对，而且我觉得这样很方便的，像我这样哦，我最讨厌去买东西的，你知道吗？我一次过就买多多，但是又没有地方放哦，你知道吗？所以而且我又怕污，就是好像受潮啦什么等等这样子的问题。我已经开始不能看到我的脸了啊。我还是拿不完的。还是拿不完啊。